湾都可以分床睡，不行，没法接受。现在已经有胎记了吗？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怀第二胎。产后到现在，你已经有瘦回自己原本的理想体重了吗？因为我的那个起跑点比较高一点，所以目前还有一些距离要再瘦下来。吴君泽六日主持眼镜品牌记者会，这也是他产后首复工。他基本上是轮晚班，我是早班，夜奶的那一餐就是他喂，然后早上如果他可能5、6点起床啊，那一餐就是我负责他喂。如果是队友的话，应该算是配合的还不错。就老公是神队友。是，我也觉得我蛮神的啊。有的时候他住外景的时候，也是我一个人一打一呢。有因为照顾小孩崩溃了吗？我觉得我的小孩子如果不喜欢喝奶奶，我会比较崩溃。你现在有喂母奶？没有了，因为我觉得喂母奶有点累，所以我大概喂了3个月左右吧。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就接下来就放宽心，因为现在的配方奶也都是做得非常的营养。现在小孩是比较黏你还是黏猫狗？其实都还好哎，他我觉得他蛮独立自主的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坚持不要同床睡觉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早就可以开始独立了。我特别想说在10月份就是把他给生出来，就是因为天秤座嘛，比较喜欢交朋友，所以遇到谁抱都可以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所以是小孩跟你们夫妻分床睡，不是你们夫妻分床睡？哦，不是，我们都可以分床睡，不行，没办法接受。他有这样想？必须这么想，必须这么想，他没有其他想法的空间。那现在已经有开机了吗？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想要怀第二胎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们会想说希望可以生一个伙伴给我们的百香果，这样子他之后长大之后有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有一个商量的对象。是希望近几年赶快把小孩生一生这样吗？对，要一起地狱就地狱完吧，一口气结束。